刘亦菲为拍电影提前杀青，我刚刚翻手机备忘录，才突然想起来，我居然一直把刘亦菲这件事写在备忘录里准备发，但是一直没有发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这件事是这样的，刘亦菲本来最近不是在拍电视剧吗？然后也闹了挺多幺蛾子的，然后刘亦菲后来又被人爆出她杀青了，而且是只有她一个人杀青了，很多人就觉得女主角都杀青了，那其他人演什么？刘亦菲为了花木兰真是拼了啊什么的。其实当时我了解过，刘亦菲并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提前离开剧组的，她明明就只签了四个月的合约啊。至于为什么只签四个月，这个就要问剧组了，老实人全在装老实。我今天要说的这个老实人哦，这几年水花没那么大了，但前几年资源还是不错的，毕竟是跟着某个大导演在混呢。当时不过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看起来模仿式的表演很招人烦，明明长得就不像个傻子，偏要装疯卖傻。当然了，他肯定不是老实人的，我觉得这个在他结婚的时候就能想到，他为什么会和他老婆结婚我这里就不说了，说了太明显。总结一下就是被逼的，既然是被逼的，你觉得他老婆管得着他吗？前面我说了他不是个傻子，他也算是个人精了，趋炎附势是强项，可惜后来因为结婚路人缘不太好了，他老婆我觉得反而比他像个傻子。他老婆就是那种类型，你在外面花玩撩妹子，但我知道你是一个会回家的好老公。易烊千玺整了鼻子，哈哈哈。易烊千玺这个事儿我能笑一年。易烊千玺小时候，也不说小时候吧，就是几年前的时候，有一句说一句，他那个时候的鼻子是没有现在挺的，可能是视觉上的作用吧。他当时砍着鼻翼有点宽，鼻梁也不够挺，现在他的鼻梁你们感受一下，很自然的好看。有人之前怀疑过他整容动了鼻子，粉丝觉得这是常态了，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易烊千玺其实私底下会用那种夹鼻梁的夹子，你们在某宝一搜一大堆，他的鼻梁不是一夜之间变好看的，当然这可能和长开了有关，但也和他坚持加有关。反正是我坚持不了，我感觉就是鼻翼没那么宽了，鼻梁就显得挺拔了，整容肯定是没整容的，上面这张图看得很明显了。 L 女星爱抢闺蜜男友说个人啊，最近话题度挺高的那位，许多人对他的多年好感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的那位，这次我给提示了，你们应该很好猜了吧。 L 女星当年和 HY 这个公司关系特别好，特别好的原因是他和 C 开头的一位男导演在一起过，这个男导演当年很强的，很多人都知道他当年哭天喊地要当小三的事情，但没有人知道他和 C 星导演在一起十年之久，后来才结婚。而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， C 星导演之前有个前女友，现在不出名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的一个女星，是个歌手，而这个歌手还是 L 女星的闺蜜，和女友分手以后就和女友闺蜜在一起了，这剧情我只能呵呵。课堂小贴士，匿名才是考点，写了大名的除了资源都是选择题，日常扒皮老实人家族你们喜欢吗？